那真的是。我网卡了吗？对，不聊这个了，等一会儿他有那个了。对，口罩问题。口罩问题，哈哈。歌都没了。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听的歌？我们有小礼物的，可以给姐姐点点关注哦，我们可以给姐姐送点小礼物。你们小小的支持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。完了，我这个手机好像没电了，你没回我。你说送东西给我，我就要你的嘛，真的是，无语了，你这些人。他说他要送一双高跟鞋给我，你回我呀，我不要，我有高跟鞋。宝宝，我有高跟鞋，我有，我不用。谢你的小心心。姐姐以后可以尝试一下二次元服装，真的吗？我说送一双你的给我，不可能，更不可能送给你的。我都买的多少钱？我送给你，我不是亏本的。二次元的是哪种类型的呀？觉得我长得比较可爱，是不是？我是反差的，是你现在看着我比较可爱，其实我比较凶的，知道吧？女皇妆，埃及艳后妆，我还没有看过，长啥样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，不是说你。你们在说谁？你们在说谁啊？把我都说懵了。哼，谢谢你的礼物，谢谢风骚的爱你哟，谢谢你的亲吻。来，你先来个火箭，我考虑一下。你先来个火箭，我考虑一下。不要在那儿口嗨，还多少钱你买？我又不卖鞋子，开什么？你们要玩什么？我们比心玩游戏哦，我们还有别的。真的，我负责科二的。新进的朋友，欢迎大家！我们比心踩一个好玩的，知道吧？对哦，到时候上扣三了。我们踩一个好玩的，踩一个好玩的。欢迎8:19，我感觉你们应该是自由职业。科目二有点麻烦，踩踏板，你们来个比心就知道踩什么，来个比心，
爸，你开心，我开心，大家来个旅行。欢迎新加坡朋友，我看一下。我知道呀，但是有的又不能说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今天晚上都是什么？呀，两个店哦，只有两个店哦。你们这个手机，你是水果手机吗？你是水果手机吗？是不是水果手机啊？是不是水果手机？水果手机用电就比较快，我感觉。真的，水果手机我感觉用电比较快。欢迎新疆的朋友，谢谢灯牌，谢谢你的灯牌，谢谢宝宝。我又想去弄一个型号了，我有点烦躁了，最近有点浮躁了。我想弄个号发作品，涨点粉丝，以防万一。这个规矩太多了，我老是误打误撞撞在枪口上，撞得我满身是血了。真的，姐姐老是撞枪口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！刚刚他们送我一个热气球，40天拿这儿的水果没有格子吧？我刚刚没看你们说什么，好像都是一次性过的，他们吃了，他们那个什么的，太难了。欢迎新加坡朋友 DJ 你睡了吗？我问你个事儿， DJ 你睡了吗？刷鞋里人门槛吗？献金车的鲜花，你点个关注，加个粉丝团，排队排队排队才好玩的，你玩不玩嘛？哇塞，怎么热气球还差4个呀？这个星期怎么过得这么漫长？这个星期起飞不了的。谢谢今天的加团，我们米星玩游戏，我们有条件的可以加个会员哦，都星期五了。妈呀，都星期五了，我都不会，我的展馆都是这个样子，莫名其妙的稀碎了。加了粉丝团，刷你第几号啊？轮不到你刷鞋底了，你的会员都没有加，会员还有60多个人等着嘞，是不是？除非你加个会员插个队，插个队。谢谢弟弟的鲜花。弟弟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起飞呀？哎，我的空调遥控板去哪里了？火箭插队吗？火箭可以插队，发了工资就可以起飞了。我刚刚已经把它擦干净了。天真姐姐，你要不要试一下嘛？你问我疼不疼？你讲啊，来个提裆，好会呀、啊。欢迎凌晨，欢迎新加坡朋友，欢迎大家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哦，加19，不要乱叫哦。擦干净了就算了，你看嘛，
这种人只知道口嗨，只知道口嗨，那姐姐可以把路当了，你再来排个队，是不是？叫姐姐，不要叫主人，叫姐姐，叫姐姐，叫姐姐比较亲切，知道吧？看一看，加个粉丝团再说。先加个粉丝团，宝宝。可以点我的头像加一个粉丝团，可以点我的头像加一个粉丝团，知道吗？点姐姐的头像，然后加一个粉丝团。粉丝团十级，我们有礼物。如果你不想等到十级，我们可以开一个会员。我们会员现在已经有六十几个人了，63个人了。丽丽，你们不是星期一休息吗？我们还有三个名额，我们还有三个名额，知道吧？欢迎小青龙，欢迎十二升官，请假去，请假不扣工资吗？请假不扣工资吗？带薪哦，休假嘛。你们这个待遇可真好了，谢谢你的口红，谢谢你的口红，谢谢青山的口红。我们比心玩游戏，家人们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比心？我们比心玩游戏哦。当然不会扣工资。谁干的？还给我截个图在这群里面，真的是要找打！这谁干的？万物皆可踩，他竟然把姐姐踩泡芙的照片发到了群里，啊、我才看见，真牛！哪里？没事的，不管他。白雪公主上线了，好搞笑啊！姐姐，谢谢19的灯牌，89，白雪公主，她给我取了一个，我看了一下群消息，那个弟弟好可爱啊！我感觉这个弟弟好可爱哦。我在群里面图文并茂，我才看见，这怎么这么呆？会员群里面有人，谢谢。应该开心的睡着了，他最喜欢看我穿白色的靴子了，那个小弟弟。
样档次的。没事的，到时候我们再进去嘛。我们现在都在小群里面，以后会员群是我们的主群了，知道吧？弟弟，你到时候在会员群里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我也喜欢白色。那你给姐姐点点关注。来，我们小星星小礼物走一下。谢青山，谢青山，谢青山。我们去玩个 PK 吧，我们基本上一把都没玩，我们就玩千里真龙，好不好？没事儿，输赢没关系，我们只玩一把。我今天晚上一把都没玩，让我满足一下我的心愿。让我满足一下我的心愿。一把。Hello。你好。我们可以玩成语接龙吗？输了。啊什么？成语接龙，谢谢快乐的灯。玩过程玩成语接龙是吗？不是，输了我们接十个成语接龙，然后接不上来五个蹲起，一个人自己接。真的吗？这么难吗？这么难吗？不难的，可以试一下。好，我试一下，我试一下。再玩一下，我试一下。OK。接十个。对，我今晚上一把都没玩哎。对，那过程过程还玩吗？过程扩胸吧，好吧。扩胸。嗯。过程，我们跟着音乐来招财吧。大哥招财。招财好，可以。可以吗？音乐快就招快，音乐慢招慢一点，行吗？好，行。好。文字游戏。成语接龙，等一下救救我。文字游戏，知道吧？谢谢我可以。不能再来一局吗？能再来一局吗？不能再来一局，就这一局。哈！欢迎微微。浪风行喜暴风雨，说风雨快车何时许？就算一天宝都在举，弹奏这首麒麟曲。气势如霄，正把豆荚猛龙横过江，收取气势如洪枪，威名独败镇八方，云中烈火战苍狼。请求辅助支援。请求辅助支援。请求辅助支援。稳住，我们能赢。我们先整容，先丢个小比心吧。啊，我们有加成。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。我们看一下有几个人。过加成，过加成。四个，能不能来四个小伙伴？来四个，来四个。来四位，来四位，来。我们差三个人，我们助力一下，家人们，我们差三个人。我闭个麦哦，他好吵哟、哦。8:19呢？这个会不会被lag呀？欢迎岁月，谢谢青山，谢谢青山的心心相印。谢谢青山，我听下来在说啥？
我啊，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来个兔兔行不行？我需要一个兔兔，需要一个兔兔，需要一个兔兔，兔兔，兔兔，比心，兔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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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兔都上飘，我们不能 PK 爸爸输吧？第一个输了正常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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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常。我们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。还有时间，还有时间，十五秒，十五秒，十五秒。现在大哥打 PK 的不多，大哥干嘛去了？睡觉去了。完了。哎呦，我的，我也觉得好吵啊！人呢？不在。困难的时候你们都不在，就是我刚开播的时候。我自己选一个成语是吗？我来说，不是你选。你说一个，然后我接是吗？对，十个。对，那我说一个。我说一个。你不能说一个太难的哟。开开心心吧。好，开开心心。心想事成，成就大业。不对，成王败寇。不对，寇什么？成。陈，哎刚陈什么？哎，我刚刚前面说什么？心想事成，哦，开开心心，心想事成，成家立业，夜笙歌，夜笙歌，哦，同音字也行是不？嗯，好，夜笙歌，歌舞升平。平安喜乐，乐极生悲，不对，乐极生悲，悲什么呀？悲。乐悲什么？欢迎夜风。乐极生悲，悲欢离合。北。不对，我发现了，自己想。北上。北上，北什么？北，就三个老快，北什么？北什么？杯水车薪，杯水车薪，星星点灯，灯星星点灯灯，啊？可以啊。你说。灯水马龙。什么灯水马龙、啊？灯火马龙啊！灯叫什么？灯什么？灯。不想忽悠我，忽悠我。灯，那个叫什么？灯。灯不上。杯水车薪，杯水车薪，心想事成，心想事成。OK。成王败寇，结束了。OK， 我都被他绕死了。这个好难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你答不上来的时候就要一直做深蹲了，然后答上来之后就不用做了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拜拜。应该是这样玩的才对。车灯水马龙，不是车水马龙啊，我记得怎么变成灯水马龙了？车水马龙吧，应该是。突然整得我好尬呀。我觉得他是搞笑的吧，你们觉得吗？他是搞笑的，车水马龙的来了，谢谢 KK， 我们今天赢了他也 KK，你今天晚上干啥了呀 ？KK， 完了我歌又不唱了。
那可不。吓死我了，没文化真可怕。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脑袋短路还是接不上来了，知道吧。那现在是搞笑主播，